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周末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外说了一句话，人家是那种有点像警示恒言的概念，他提到说，最险恶的、最危险的、最邪恶的谎言，就是那距离真相只差了一点点的。人是英文的啊，这个咱英文没那么好，大概意思咱看懂，离真相差了一点点的这样的东西是最邪恶的谎言。我原来跟大家、跟朋友分享过一概念，我说老板呢让一个打工的哈，说你去，做笔葱的生意，做笔蒜的生意，大蒜的，做了葱呢赔钱了，大蒜赚钱了，那你他是一笔生意对不对？然后跟老板报账的时候呢，这哥们做账嘛，就改了一下，葱赔钱了，把在大蒜上挣的钱往葱这儿挪了点，那就得撒谎了对不对？什么大蒜的，卖大蒜的时候多吃了三头蒜，那少吃了两根葱，所以嘴里都是臭蒜味儿，不是葱味儿，就这意思了。他给搅和在一起了，搅和起一起了，然后跟老板一报账，老板一看，哟，这小子挺稳的，哈，两笔生意赚的不多，但都挣钱，喜欢啊。包括活摘器官的事情也是这个问题，对吧？黄杰夫有人后头拿枪顶着他后脑勺，让他跟凤凰网配合，就像挤牙膏似的，你敢多挤一点我就崩了你，你敢少挤一点我同样打折你一个耳朵。黄杰夫现在就这样。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曾经的谎言一点一点的被揭穿，真相一点一点的被披露。在这个过程中，2015我称为大审判。最新的一篇报道，其实报道本身很长，那被访问的人呢是叫做辛子玲，是国内很有名的一位作家，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温家宝跟周永康就活摘问题激烈争吵。原来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的社长辛子玲接受采访时讲，上届温家宝总理跟周永康为法轮功问题在政治局吵起来，温家宝说，你活摘人体器官连麻药都不打，这是人干的事情吗？我们到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面对，还不能解决，你对人民怎么交代？说这样的话，党内包括上层很多人都主张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把镇压法轮功问题作为江泽民的遗产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这样镇压下去，这还得了？这是个错误的东西。辛子玲披露，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七个常委，六个反对，只有江泽民一意孤行，他相信江泽民一定会受到历史的审判。文章写得太长了，如果朋友去查，很容易可以查到。这里面说明了很关键的问题：活摘器官，政治局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事实，对吧？那今天在披露的过程中，我早跟大家讲过，活摘器官一定是压垮共产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3月15号，黄杰夫跟凤凰卫视做的节目拿出来之后，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海外很多名人轶事，包括对共产党嗤之以鼻的真正的反共的先锋们，很多人不承认、不接受法轮功学院提出的有关活摘器官的问题。但是当黄杰夫被，我就说了，被人拿后的拿枪顶着后脑勺，跟凤凰卫视这样一点一点的做出节目之后，要不然闷不作声了，要不然首肯了，要不然意识到，在过去10年里，从2006年3月份被揭示出来的消息，那到今天，
铁证的事实在一点一点揭开。这都是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人物，解放军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自己说，总理温家宝、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针对活摘器官在政治局里面打起来了。那今天人如果在面对现实明白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自己做人，退党退团退队是尊重你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啥都不是剩下的。王岐山在面对这样的政治局常委的这种过去10年15年的实力的积累的挑战，那当然他面对了，因为他要反腐杀掉他们，那人家能干吗？人家肯定不干，对不对？所以最近时间里屡屡传出王岐山被刺杀。世界新闻网的报道，前武警谋刺王岐山事败咬毒，这实际是来自于动向杂志的报道了。他提到王岐山传出先后在山西、天津、河南遭受暗算，那在山西发生的暗算当中呢，准备进行刺杀的人是该省已经被开除的2名武警，那两个人失败之后呢自杀。那文章也提到说，2月下旬到3月初负责中共反腐大任的王岐山在山西、天津调研时，特别在山西的常委会上怒指山西官场腐败堕落重灾区，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他提到到省的党校、省警官高等学校视察的消息临时取消，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刺杀的行为。那这里特别强调是被省开除的2名武警，然后这两个人要杀王岐山，然后没弄成自个儿自杀了。我要是王岐山，我就查当初谁开除的他们俩，当初谁开除这两个武警，那个人那一撮人里头一定有要杀他的人，那一撮人里头就是给这个两个武警毒药的人，对吧？那成与败就誓死这一搏，你们俩没出路。所以我个人以为两个武警关键不大，关键的是谁开除这两个武警的，当时什么人参与的，一定在那里。那同等的消息来自于天津，那还是透过世界新闻网报的。五爷啊，这五爷讲的是原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五爷称霸天津，中纪委约谈证人，斗智斗勇。中纪委自曝贪官脚量，要斗智斗勇。查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期间，一名被约谈的证人为了自保，一路上换了3次车牌，显示反腐斗争的艰难。这哪里是显示反腐斗争的艰难呢？今天反腐就是跟过去党的基础、党的根基、党的一切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杀，对不对？我早跟大家介绍一概念，我说谁是党，你找不着这人，对吧？你找不着这人，党的历任的总书记和大部分都被党干了、吃了、毁了、玩完了。别以为看着乐呵，哎，他杀他杀，有人还说这是中国版的纸牌屋，你把党太委屈了。共产党体制下的官场，如果能被纸牌屋评价的话，能够跟纸牌屋等同的话，那他还是人类，对吧？其实就像我跟大家描绘的概念一样，党的被培养的接班人薄熙来，对吧？那是最经典的共产党人。2012年我跟大家分析过，那结果他不就是最后那一点委屈委屈不下去了吗？委屈什么？他玩女人，他的女人不干，你玩女人，我玩你男人，玩的他的男人，对不对？那王立军
被嫂子玩横竖都得玩死，他只知道自己一死，怎么个死法他得逃命。你想想这景啊，古开来杀了自己英国的情人，然后让自己的中国的情人王立军收拾残局，王立军知道这事儿没法干了，告诉这个薄熙来，你纸牌屋里有这景吗？没有，对不对？但这一景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这三年多的场面当中的一个开场白，它仅仅是开场白呀，就能玩到这份上，对不对？这才玩出了整个从2012年之后的保命大逃亡，应该这么说。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场面，所以你细想想就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划时代的年份里。文章介绍说，中纪委旗下的官方报纸《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中纪委巡视方式方法灵活机动，柔中带刚，是巡视取得重要成果的保证。调查五常顺时，巡视组为了拿到第一手证据，那保护被约谈人员的安全，将约谈地点从天津移到北京，被约谈者一路上换了三个车牌，更显示出验证了巡视组的判断。比当初地下共产党在上海白区都险恶。嘿嘿，有人还说这是党国的伟大。你想明白了你就知道那不是人。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